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王。从25号开始，我就正式加入 AHQ， 离开 JT 了。在 JT 的期间，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吧。虽然我表现比赛表现其实挺差的。自从小强进来之后，我们常常交流了，因为毕竟在 JT， 我觉得小强打得很好，所以也没什么机会表现这样，所以希望我在另外一边会有好的成绩。因为那天其实我就是心情很差，因为家里的关系，然后后来布莱克在比赛场地的时候对我开了一些玩笑，然后后来去便利商店买东西的时候他又再这样对我，然后就直接爆发了。可是后来我跟他好了，因为其实我跟他其实本来就很好，只是那天我心情很差而已。我跟其他人相处其实都很不错，就大家至少是好朋友以上那种感觉，啊，就要玩啊什么都会问一下。下次打我打小力一点，不是，就大家好好加油吧，因为我觉得今年的阵容很有希望，但是我也不会甘于下风。谢谢你们从刚回来，因为我毕竟去中国2年嘛，然后大家又不认识我，但是还是有一些以前的粉丝知道我。但是我觉得我这次回来表现没有很好，就去年这一年对我的成绩我觉得是不及格的。但是新的一年我希望给你们看到新的表现，虽然不是在 JT， 但是我会让你们看到新的自己。